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杀生的问题。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都会碰到的问题。譬如说，为了环境卫生，我们可不可以打死蚊子、蟑螂和蚂蚁？这些害虫呢？如果我们不扑灭它们，是不是又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呢？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。法师啊，我们知道佛教是反对杀生的，可是如果明明一个蚊子在咬我，我要不要打死它呢？我看到一只蟑螂在那里，影响环境卫生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打死呢？它只是吃你一颗血。 你要它一条命，这个不公平啊！它也是一条命的啊。虽然是动物是很小，但是呢，它也是一个生命，是站在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础的观点上来讲，所以我们对杀生呢，最好能够避免了，能避则避了啊。但是很多人认为蚊子是一个害虫啊，对呀，蟑螂也是害虫啊，对呀，不一定呢，不一定啊。蚊子有毒的，带着毒的，不多，有毒的有蚊子，有没有毒的蚊子哈。但是呢，在我们这个佛经里边来讲啊，从佛的时候的处理的方式来讲啊，不要用一种报复的心，或者是这个嗔恨的心，或者怨愤的心来。 对付动物，对付任何一种动物，还是呢，用为了说保护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清洁，对，以及呢，也要保护众生呢，不要被我们杀掉的那种啊，这个心，也就是慈悲心呢，为了保护自己的我们大家人类的健康，同时要保护众生呢，不要被杀，因此最好是清洁环境，清理环境。 不是啊，要杀动物。不扑灭这些害虫的话，它不是会大量繁殖吗？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的环境了。不一定啊，我在纽约啊，纽约市区里头没有蚊子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上海的印度界、法租界没有蚊子。这中国人住的地方有蚊子，为什么？它那个下水道做得很好，而且上水这个上边的这个路面上啊。 也没有那么脏的那个繁殖蚊子的地方，所以是不一定说是啊，说是我们不杀蚊子就有蚊子的，你只要把它环境弄得干干净净、弄得清清楚楚啊，不会有什么蚊子。那如果说我们为了种花啦、种菜啦，那有时候我们要喷农药啦，这个预防这个虫子来咬它、预防虫害，那这算不算杀生呢？我们知道啊，用农药用的。 到今天为止，有很多的这个水果，人家都不敢吃啊。很多的这个蔬菜啊、菜蔬啊，吃了以后啊，会有病的。所以这个用农药，好像是帮助我们的，实际上是害我们自己。农药本身呢，好像是杀虫或者是防护这个蔬菜被虫吃。结果呢，人吃了药，吃了农药还不知道。 另外呢，如果农药用的太多了的话，我们这个土地土壤啊也会中毒。土壤如果是土壤中毒以后啊，种任何植物进去，那个植物本身呢就会变成有毒，我们人吃了以后也会中毒。所以是以今天的这个环保的观念来讲，这个以啊真正的卫生的一个观点来讲啊，用农药是错的。 用自然的如何能够使它不生虫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是现在有好多地方啊，美国也有，日本也有，我们台湾现在也有啊。就是不用农药的菜，不用农药的果都在种啊。所以这些问题啊，在近来今年以来已经在改良中，已经在改进中。我想将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呢。 大家不需要用农药，用杀虫药来保护我们的蔬菜和水果。那如果说我们不用农药，我们用捕蚊灯啊，或者是捕虫灯啊，或者像我们家里有的时候说，好，我不喷 DDT， 那我弄一个捕蝇灯、捕蚊灯，那这又算不算杀生呢？那也是错的呀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捕蚊灯、捕蝇灯呢？捕蚊灯、捕蝇灯捕不完的，你这个可以捕到一部分。
但是呢，这个漏网之鱼很多。如果说能够叫它没有繁殖的余地，那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所以是呢，用我们人的智慧啊，来防止害病虫害的发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是事后杀动物，这不是高明的想法，也不是有智慧的人类应该做的事。 那有一个情况不是常常遇到，可是，如果遇到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譬如说，如果我们在野外碰到一个毒蛇，那么如果，它要咬我，我不杀它，它可能要咬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毒蛇本身是不会咬人的，只有人要它让它去咬啊，它才会咬。毒蛇第一个，它是听不见的，耳朵是聋的；还有呢，毒蛇并没有主动的攻击性，它是啊，为了 防卫自己，为了恐惧害怕，他再来攻击。否则的话，他不会攻击人的。所以是你看到毒蛇，你跟他讲，你走了，让一条路，让我走了。你用手给他比一比，他会走掉。我们常常啊，这个拿这个动物啊来做医药的实验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医学很进步，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些动物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啊，或者说忍受很多的痛苦所达成的。 那么这个医药呢，一方面救了人，可是呢，对这个动物本身来讲呢，它是受了很多的罪。那么这样子到底算慈悲呢，还是算残忍？这是你说是解剖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天竺鼠咯，青蛙咯，对，猫，不仅是解剖，有很多时候我们把一种病菌打进去，看它会生什么病，观察它，或者是说这种药，打进去以后，这个它会不会治疗治好？就是很多都是用动物来做实验的。 那么西医都是这样做了，中医好像没有这样的需要了。对，那我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讲的话，我认为是能够少杀一点是比较好的了。那一定需要用这些动物来实验，为了救人，那我想也无可厚非啊，反对也是错的啊。但是为了这个，就借 这个名义啊，为了救人而是滥杀动物，那就是一个不值得原谅的事啊。所以是现在很多的医院里边呢，以及这个医学院里的学生呢，他们解剖以后啊，把这个对这个解剖了的动物啊，他们祷告一下，也希望他能够升天啊。哎，这种心态也很好。还有呢，从佛教的立场来讲啊，人 要比其他的动物啊，更能够修道，能够修行，所以是救人要比救其他的动物更好一点。另外呢，也可以想说这些动物啊是来救人而来的，是为了救我们更多的人呢、啊，他牺牲了，我们但愿他因为救人而被牺牲，而被啊这个被杀了，我们但愿他们能够啊又得到好的果报，从此以后不再变成那小动物去了。